quietly, calmly, and freely. They glance through the water, their heartbeat the only sound. As they speed closer and closer to the finish, Chinese record-breaking breaststroke stars continue their relentless pursuit of medals and glory. Hello, Zibei. 所以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俩是几岁来到了游泳队呢？我是十二岁进的省队，就是来到这个游泳池训练。我挺紧张的，因为我感觉人生地不熟的，然后又没有认识的人，不像小时候有那么多小伙伴跟我一样大的在身边。大家来这边来的都是一些大哥大姐姐。 我是从四年级的时候，就是被镇教练选中，从向阳来到武汉，然后之后就一直是在武汉生活，感觉我应该激动更多一点吧，因为我当时觉得这里这么好的一些设施，然后这个水的那个泳池也特别的，就是特别的干净那种，有一种就是非常兴奋，然后就恨不得赶紧想下去开始练起来。说起来真的是。 很有意思，两个孩子，颜值贝应该是三年级，毕业应该是七月份来的，10岁要差一点。孙家俊呢是六年级毕业来的，就都是七月份来的小学毕业，那个孙家俊，当时感觉颜值贝是又黑又瘦，瘦高瘦高的，孙家俊呢白，而且有点圆乎，没那么高。 两人类型不同，但是呢，都挺可爱。所以，当时你来第一天的时候，严队在这个馆里，当时敢跟他说话吗？不敢。<笑>小时候不敢，都是后面慢慢接触，然后才发现啊，原来他们都这么好说话。<笑>他一直就是很和蔼可亲，我觉得，包括我现在。 的这种性格可能都跟他小时候照顾我有关系。所以严队第一次见到队里新来了一个小队员的时候，当时对孙家俊是什么印象？当时感觉，因为可能太小了，然后我们比较大，然后不爱说话，然后就，但是他给我一种就是很沉稳的意思，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别看他是个小孩，但是感觉不说话，就是非常有思想的一种。 练久了累了，总有不想练的时候，然后练到一半，就想装着上厕所，就去厕所里面待一会儿，然后这个时候一般郑教练发现我不见了，就会叫严队过来找我，把我喊过去，快学哦，快学哦，哎呀，很好玩，小时候的事。在生活上面或者做人方面，我跟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善良，与人为善，就是。 希望别人好，希望别人好，然后你可能才可能自己愉快，你也可以做得更好。那么作为孙家俊，我也跟他说，你希望严队好，你也可以不断的进步。那么我跟严志贝也会说，你希望孙家俊好，你也可以不断的进步。何况我们是一个组，一个组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应该要团结，共同的进步。这也是我经常跟他们去灌输的。 我觉得郑健是一个特别心细的人，对，就包括您刚刚说的，他像我们的母亲一样，对。然后不仅是训练当中，生活当中他对我们也非常的关心和照顾。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19年我当时做双膝手术的时候，对，前前后后都是他在帮忙，因为我们都是。 专业运动员，然后吃东西又特别要注意，又不能随便在外面吃东西。当时在北京离那个我们训练局又很远，他就每天中午就在食堂打完饭，然后又跑到医院1个多小时来给我送饭吃。对，我记得当时印象特别深刻。你小的时候有没有一段时间特别不想练，然后是郑教练？
苦口婆心的跟你说让你好好，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发生过？有呀，因为之前就是在小学的时候游泳成绩并不是特别好，然后每年一到寒暑假我第一个回家，一回家就待寒暑假嘛，就因为也在纠结到底是应该上课还是继续练，然后每年就是快收假的时候，燕子贝回来好好训练，然后我就回来了，然后就反正就每年都是这么重复的，后来就非常坚定地跟着他一块儿去训练。其实在这两年我们看到中国蛙泳的成绩其实一直在不断地提高，你们都是破了亚洲纪录的选手，所以你们觉得让自己不断进步，中国蛙泳不断进步的动力是什么？我希望能够为我们教练或者为我们组以及为我个人能够拿到一枚这个奥运会的金牌。其实我们距离今年的亚运会和明年的巴黎奥运会越来越近了，你们两个人对于今年在杭州家门口的亚运会以及明年的巴黎奥运有怎么样的目标和期待？我对今年亚运会可能还是希望能够拿到金牌吧，然后明年奥运会的话，可能对我来说，站上领奖台夺金都是一个很大的目标。严队呢？我比较简单一点，我就只有四个字：全力争胜。经常周末我们会周末有例会嘛，我就经常会说这个他们两人这种例子，我就说他们两人怎么样相互支持、相互鼓励，才有他们俩的今天。我希望我们小队员也一样，团结就是力量。那么我希望我们小队员一如既往的在我们组能够共同进步。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你们俩都在，回忆那一次奥运会有怎么样特别的记忆呢？尤其孙家俊，当时应该是你的第一次奥运之旅。对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说赛场，不是说我的比赛，可能最让我难忘的就是我生日那一天，8月1号，刚好也是在日本。那天晚上，严队一个人为我庆祝生日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我很高兴，我非常的难忘，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当时是怎么给孙家俊庆祝？当时就是在哪儿？很简单，没有什么东西。当时严队就拿了个火机，给我当蜡烛。在房间里面，对，就我们两个人。这一刻应该是对你们两个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画面。是的。所以明年巴黎，你们是不是还希望两个人在一起出现在巴黎的赛场？是的，我非常希望。我希望颜值贝是坚持，而且是快乐的，是坚持。因为在2017年他拿到第一个冠军的时候，他来跟我说，他说他不希望是一个昙花一现的运动员，其实他一直是做到了那种坚持的自努力。所以我希望他的主题是快乐的坚持。孙家俊呢，现在是有目标有想法，我希望他心想事成，更多的是祝福。而且我相信天道酬勤，付出总有回报。说到力量训练，其实我今天坐在你们俩身边压力非常大，这么热的游泳馆我还套了一件西服，就是为了让自己略显肥胖的身材在你们这样不是特别的突兀，你看全都是肥肉。所以我就特别想让你们俩教教我怎么样把这个肥肉甩掉。那我们去力量房看看有没有哪些你们能教我的陆地上的训练的。好的，走吧。好的，走吧。走。路走过来我就感觉你们俩是太结实了，这身体。所以你们刚到队里的时候有肌肉吗？也没有。所以不光需要游泳，也需要在路上的力量练习才能不断增强自己的力量。就大概这个过程是很艰苦的吗？还是你们还挺享受这个过程？很艰苦的。所以你看我这个还有希望吗？有希望，我这带你去练练。就直接开始。开始了吧。那就开始吧，开始吧。今天带我练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第一个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一个
平板支撑。平板支撑我觉得我还是没问题的。来吧来吧来吧，还可以。开始录了吧，录了，这一定要录下来。照亮了，那我们现在第一个动作最基本的动作照亮了。那下一个，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只是因为我胳膊受过伤，所以胳膊疼。我觉得还是有别的我可以挑战一下的。走吧，下一个挑战。来，好，松了。现在过了五秒了。沉住！不行了吗？这个不行啊！这坚持了十秒。这个刚才这个属于你们进阶的训练还是？基本上我基础体能是这样。我距离国家队的距离还是特别的遥远。After spending 2 days interviewing Yan Zibei and Sun Jiajun, I couldn't help but be impressed and even a little envious by their brotherhood. The spirit of Chinese swimming is not just about winning, it's also about legacy and helping each athlete strive for their dreams. Positivity, hard work, and unity. Thanks to these core values,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Chinese pool stars will continue to make a big splash.On your marks and make your mark.